我是悠悠小主播 CC，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，今年的2月4号是世界癌症日 （National Cancer Day）。癌症是影响着现代人的重大疾病，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抗癌联盟在2008年要提出这个节日，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预防、发现以及治疗癌症，最终目标希望能够找出有效预防癌症的好方法。造福全人类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癌症在世界造成的死亡率仍然名列前茅。每年有将近1000万的人因癌症去世，可是约有1/3的普通癌症是能够被治愈的。因此，用心预防和提早发现就格外重要了。社交媒体只要输入 #WeCanICan， 就能与全世界的癌症病患与家人连结。因为这个疾病，往往对于病患的家人也是额外的辛苦。在这一天，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定下承诺，想想身边罹患癌症的亲人，承诺自己会采取正向积极的行动面对癌症。不管花时间当义工或是捐款，甚至可以帮家人安排一个身体检查的时间。最简单的就是从今天开始选择更健康的食物。别忘了，当想到罹患癌症的家人，利用这一天也可以与他们联系，持续关心他们的健康。悠悠小主播 CC， 洛杉矶报道。